我顶你啊！你，我不要。一二三！你怎么那么烂？你怎么那么烂？啊！你怎么那么烂 ？OAO！ 完全没有风雨啦！谁家的车倒了？刚好没风啊，现在台风眼啊，这就是台风眼的威力。靠腰啊，没电啊，我的滑板车啊，路树又倒啦，救他！嘿，干你娘，起来！超级白，你给我起来！站好啦，切，这小树一棵，笑死！干，雨下蛮大的呢，这水比上次低一点点而已呢。现在没下什么雨，可是你看那个水沟的水超满，啊，树全部倒啦。干什么又倒一颗啦？干我扶不了了，我好累哦，我手要断掉了。看看这水，雨下很大，救一下吧！干我没有戴手套啊，电线杆倒了呢。电线杆也要扶吗？会不会被电到啊？电线杆倒了、啊。会被电到吧？我不敢，先小观察一下这电线杆哦。感觉偷电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下雨了，白痴哦、喔！雨来了呢，我要回家了。我没有穿雨衣出门。雨来了啊！啊，再扶一颗，再扶一颗。干，扶不起的阿斗，操！扶不了，太重。抱歉了，小树。你只能躺在这里了，雨下整夜。你好烂，国军弟兄。不是啊，我没有穿雨衣啦，靠腰哦，我先回去穿雨衣，不然我要湿了啦。等一下，我的安全帽扣子坏掉了，我先绑一下，不然等一下我骑回去的路上被砸到，那就完蛋了。OK。整装待发，出发！这电线杆我扶不起啊，我怕被电到，可惜了，我不敢摸。我靠，断了嘞！断了、啊。这也太危险，呜，这样太危险，过不去啊，老路。救一下，干你娘的，他妈被电成他妈，被电到臭灰搭都有了，救一下，你老师嘞，谁家的？谁家阳台飞走了？靠北他家的那个遮阳板飞走了呢？谁家的、啊？干下大雨了，我们穿雨衣了，好冷哦。好冷。看这谁家的？靠北你叫我开车出门，被这砸到算谁的？要缩圈了。有什么事直接叫我，我都会帮忙。我是来这里这个帮大家的。地板上这什么啊？色粒子，好像有一粒一粒的东西啊！靠北，他们的阳台遮阳板被吹走了、啊。来，跟大家介绍一下哈，
这间悲凤寺呢，就是拜广泽尊王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家都来这里拜拜，跟大家介绍一下悲凤寺了啊。下次要拜拜来这里。靠北啊，淹水了。不是啊，我趁没风出来啊，等下风大我又不能出来。等下风大，这个你看这铁皮都乱飞，靠一杯砸到我呢，看骑不动了，完蛋了，我要滑回家了，没电了，啊，没电了，用那个电线充电，看那感觉快充呢，一充就饱。扶他，干这树这么粗呢？扶他，哪里？呀，三根，完全扶不了，他完全动都没动。啊、哦，我的内内都湿掉了，好湿哦。啊，这个路灯真的倒了、欸，可是我真的不敢摸、欸、我怕它漏电。一二，干，超级白。我尽力了，但那土太软了啦，扶一两棵树就累了、哦。作秀，干你他妈的！我等一下再找一棵你来扶，操鸡掰嘞，这很重哎。啊，这一根要不要扶一下？歪掉了呢，看它电线外露哎，会被电到哎。哎、欸，那是乌龟还是鳖啊？还是那什么都不是？哎、欸，姜母鸭呢？看，已经断粮三天了、啊，晚餐有着落了。姜母鸭，不救吗？干，怎么救了？就是跟你说，这水超深的，我下去会死掉啊！我先回来了，风来啦！先关电风扇，太冷。谁要出去？这个天气谁要出去？谁要出去？我如果再晚个两分钟，我就回不来。睡在水沟里。我可能会直接睡在水沟里。怕困难冒险是革命的传统，刻苦算家常便饭。没了，乌龟醒来，鸭子真的不见了。干，那鸭子其实蛮可爱的，后悔没救它，鸭子已经没